面试吹芊芊，然后我们现在来到上班不要看。我好喜欢这种很热闹的感觉。然后，等一下，那我们需要耶，大家好，我们是那种吗？不要吧。你要吗？也可以。好，老板，你要好，我大呼喊一下，大家好，我们是原子少年。靠，什么东西啊？有一个黑衣人冲进来打屁股的那个，对，就是那个，果然只有老板知道，因为那有点年代，你知道吗？你们要不要现在还有？他现在还有吗？有，他每年新年都会做。像我最近看的韩综跟 Fishers 都有类似的影片，所以呢，我就想说今天来做一个千千版2022年的，耶！而且我还替这个取了一个名字，因为有可能是 EP One， 然后之后就没有第，就没有下一集了。好，我们要听一下名字。对，我们名字叫做千般唔通笑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开始。然后呢，我想说，我们等一下开场的时候呢，准备要开始的时候，我们要一起对着镜头比着这个舞，然后就千般唔通笑 ，start 哇，好老派哦。但我想问你们自己，平常笑点算高吗？我算蛮高的，我要是因为做节目在假笑的话，其实基本上我不会笑。哇，做节目假笑，还是假笑啊？所以之前平常路上别人看影片，全部都是假笑，都是假笑的效果。我跟你讲，我平常在家里面看综艺节目，我都是这样。我想跟你一起，我没有任何反应的呢。那有可能是中风前兆。你有很多都没有反应。麻烦进拍一个菜稿，是不是刚睡醒？我是在家里准备，很期待这个节目，有点像就是远足前面的时候你会睡不着那样子。我会想我自己睡着，但是我就太兴奋啦。我的笑点是比较谐音那一派，如果有这种的话。那我有问题，那平常蔡哥在讲笑话的时候，你们会笑吗？不一定。他们都为了效果要假装不笑，但心里面是澎湃的很。所以你们觉得不好笑的，你知道大部分。在拍摄的时候，他讲什么我就笑。企划就会准备很多图片给我们看，然后只要一笑，后面就会有黑衣人做惩罚。但我现在有点担心大家笑点太高，等一下从头到尾如果都没有人笑的话，我就喷企划。我突然才意识到，后面那两个人，就以前我们在那种台式综艺节目会看到那个角落，不是会有那种喷烟机？对，人工，他们是人肉喷烟机耶。对，我跟你说，我本来想买那个，但那个7000块有点贵，我觉得算了，会有点。就是说，这两个人都低于7000块。其实。好，那我们可以开始了。好，等一下，那我们一起这样子。好，对，要先比。千般唔通笑 ，start。哎，那 start 怎么那么没有力啊？还有押韵的。我自己觉得很羞耻，你们看不出来。自己完全没念。我们还有念过很多很羞耻的，这还好了啦，真的还好。好，还有。基本上它是没有做任何特效，完全眼睛真的是这样，对，是你的对称。第二张，太多人了，我没有笑，我没有笑，没有，他是打那个，没有他打蛇精男，那大木神，没有，不会这是我了吧？他也是一个，精神帅的，这个人是帅的，这又是什么道具？
样子都长得不一样。对啊，你的可塑性好高哦。他是个约炮仔。口罩要含着，不能咬着哦。你们不要作弊哦。有有，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小姐，你是很适合自己这样的人哎，你笑不出来，你也是黄大仙，黄大仙蛮帅的，我觉得手指好恶心，有点可怕。正大的地狱，小微笑，
尖叫鸡，尖叫鸡，喝下去的酒，他笑得很开心。可爱哦，好可爱哦，可爱哦，微博了，微博在当外星人，微博，可爱微博。我发现诺基跟微博最大的差异是诺基的头顶凹陷比较深，他们是龟头兄弟，对，诺基头凹的比较多，最大差异是诺基有毛了，对，那个没有，但诺基上面那一道比较深，而且牙齿太弯正了，对啊，而且我发现一件事，在对称前。在对称前，他们两个人的年纪看起来并没有差太多。可是对称完之后，他明显是小弟。对，看起来年纪比较小。他是小龟，地位是大龟。宝宝的脚终于两只站起来了。他终于有两只脚落地了。小弟，小弟，站得很直。他站直了。没有啊。哎，主办人应该要多几张吧？而且我的都超漂亮的，我们会的啊，太正常了吧？那我们今天谁喝的最多？你觉得？老板，老板，马西克这边很冷清，这边小饼也是第二多，但是老板是最多的。对啊，老板为什么？正在做效果，正在做效果，在做效果，正在做假笑了。毕竟是来别人的节目，总是要做点意思嘛。哈哈哈哈哈！要唱那一句啊，要唱那一句。大家都说我变的。又在说我变呢，是不是变你吗？这是变你吗？又在说我变呢，好变了。你对于你那天总中奖唱歌的拍子到为什么唱的没有我好？你觉得？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我心里感觉我是肉身成佛，你知道吗？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我觉得我决定扛，独自扛下这所有的罪。所以你那个没有跟上拍子效果，其实是为了让我唱的。对对对对对。我扛下了所有罪，我拼命挽回。我的频率很大耶，老哥了，你们唱两首歌哎。好了，然后我们今天谢谢上班，不要看我今天其实一直很担心说会，就是大家从头到尾可能做的都没有效，就反正我发现大家其实还蛮捧场的，虽然说有一些可能是做效果。哎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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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你们觉得今天印象最深刻的对称图哪一个最好笑？我发现我们公司最厉害是有三个人的头都很像葡萄。对，今天才发现这件事情。对，然后小四应该还是反差最大的。哦，小四那个鲨鱼黑帮。对。小四的太猛了，因为原本看他的照片都是那种很潮很帅，很帅，就没想到哎，镜像之后蛮好笑的。变成乌鱼。对。因为我印象中最深刻也是小四，但是其实我觉得梅博的也蛮好，像他头刚好一个凹下去，我觉得哇，好真实的。其实诺基也有，诺基也有，大黑也有，好恐怖哦。最可怕的是麻西的那个手，那个有一点，那个有点又会害怕，晚上看会害怕。就感觉那个手会咚咚咚咚，对对，它会动。小米那个，小米那个，我们两同一张，左边跟右边不一样，这个很强。这个很强。而且还是2017-18年的九妹，这是很像小米的频道图。我觉得最想不到的是同一张图片，对，好笑，对。好强啊！最好笑，不知道为什么。Faker， 你的个人可塑性很高。对啊。然后今天呢，非常感谢上方不要看，一起来玩这个游戏。耶！因为呢，我本人就是你知道，通常第一个就完全全新做的系列呢，我都要找自己比较熟悉的，因为我这人非常的紧张，我看到别人的时候会有点就是恐惧的那种，所以非常感谢上方不要看。耶！超好玩。新的东西。所以我们是你的白老鼠。对。很好玩，很好玩。因为我每次想新的，我就说。哎，还有类似的哦，我们蛮爱玩的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我在，你在找我们来玩。他在等着要下班，因为他等一下呢要去泱泱那里。没有，没有。我感觉他，其实我还有很多想聊的哎。他在想说究竟是要拍多久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哎，难怪昨天睡不着。闭嘴。你这个脱口秀这个专家的角度哦，你觉得这种照片为什么会好笑呢？太硬聊了。如果大家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我，还有订阅上方不要看，谢谢大家。谢谢。好了，你去泱泱那了。还要再补一个，他这是怎么做？用那个软体？你还硬要问？我下个月吧。